来，先生，那你上一下。
风的问题哈，但是因为可能是离那个音响比较接近，所以你们的耳朵还好吗？好，有点吧，有点那个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很忍耐哈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这是我们圣高教会呢，那个这是我们的牧师，我们的许牧师。好，然后之前我们有一次那个有奖征答的时候，就问说圣高教会的牧师叫什么姓，叫什么名字？然后就有人举手，我知道。叫什么名字？许牧师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许静佳牧师，还有我们的梅雪师母，跟我们挥挥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梅雪师母。然后我们的老大没有，老大呢？老大没有来。哦 ，OK， 哦，我们还有一位弟兄哦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建父弟兄，来，建父弟兄，还有我们的吴弟兄，这个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他从西高还是北高？他是北高，对，他是北高，大概40迈左右哈，30几迈，对，但是很远的地方，但是他今天真的很愿意扶持哈，所以从很远的地方来，等一下还要再赶回去，还有我们等一下的约翰利百加，他们也是从那个布伦那边哈赶过来的，所以我们这些要求神保守他们都平安的回到家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梁弟兄，我们的梁弟兄有点害羞哈，可能。就是唱歌的时候呢非常的斯文，对不对哈，这是我们新进的一位弟兄，是我们的梁弟兄，也是从在那个 Bella Vista 那边，是不是Lady View 那边，他很棒，他每个礼拜是骑摩托车来的，还有几次的摩托车坏掉骑脚踏车来，真的是感谢主，若不是主的爱惜我们，我们很不容易坚持。还有我们的晶晶，这是柳弟兄的太太，美丽的太太哈，所以刚刚晶晶在唱的时候，柳弟兄是不是很带着微笑欣赏的眼光欣赏自己的太太哈？感谢主，还有我们的新禅，我们新禅，跟那个燕梨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属非常苗条的，就是他们都比较长不胖的，但感谢主耶稣，让我们今天穿红色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很有精神，对不对？好像跟布幕快要一样了，因为真的，因为到后面我发现，大家都贴在墙壁上的感觉。还有就是我们的燕梨，我们的燕梨也是非常的瘦，但是他很爱主，这个是爱主的心是永远不退后的。还有我们的齐华，本来是说他今天有点冷，现在唱一唱是比较热了。所以他后来就是本来是穿裙子，后来改穿长裤哈。还有我们的秀盆姐哈，我们的秀盆姐也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哈。这个在教会里面屹立不摇、忠心不移，几十年一直在这里哈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姐妹。还有我们的玉如主日学的校长哈，然后后面一直躲来躲去的，因为基本上有点遮不住哈，锦香姐。这是我们的锦香姐，那她有一句名言就是堂堂喜乐，然后刚开始我在想什么堂堂喜乐，就是常常喜乐，但是她那个吃的音发不大出来，是堂堂喜乐，很可爱的姐妹。还有我们的妹呀，她是一直都是笑笑的姐妹，就是每一次都是脸带微笑，然后她的甜美跟她的笑容是一样的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呆呆啊、宋青啊、培根都是她的小孩，很棒哈，这是妹呀。还有我们的杰芬，我们第一次拿麦克风唱歌，梁先生你有看到的哦，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太太在台上很棒，对不对？他给你比 number one 哦，他给你比 number one， 对，这个就是姐妹欣赏弟兄欣赏姐妹的优点哦，她在台上是很美的，对不对？我还记得以前那时候刚开始杰芬还没有来教会的时候，她头发非常非常的短。我就说杰芬，为什么你头发那么短？人家我刚开始以为你是男生，他说他帮他先生剪头发，他先生帮他剪头发，所以都剪得一样短哈。但是杰芬自从来到教会之后，他说他柔和很多，然后漂亮很多，然后觉得更多的感动哈。所以请弟兄们多多欣赏姐妹的优点哈。我们的姐妹真的都很美，还有我们的彩莲，还有那个孝文，你有没有看到彩莲漂不漂亮？漂亮哦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的彩莲，对，然后她是比较害羞的，彩莲也是很含蓄的，那以前刚开始圣诞节的时候，她就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很丰富的，因为我们的圣诞节我们的菜是很多道的，这是彩莲的名言。感谢主。还有我们的丽英，我们的丽英姐妹，
对，丽英呢是非常慷慨，我们今天吃到的鸭啦，还有虾啦，还有那个都是他奉献的哈、哦。感谢主，他非常爱这个教会，然后他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然后他感谢主给他很多的恩典哈、哦。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也有经历一些环境上面的打击，但是他还是跟随主的脚步没有落后，感谢主。还有玛利亚，好、哦，玛利亚也是很难得，他从。他真的每个礼拜也是从很远的地方，每个礼拜好、坚守来到教会当中，而且很爱祷告，他非常爱祷告，是一个在祷告里面很认真的一个姐妹哈、哦。的麻雀哈、哦，我们的麻雀姐妹，她是负责桂凤哦，我没有看到桂凤，我觉得她在很边边哈、哦。那我先跳过桂凤，我们的麻雀就是我常叫她阿斯哦，她是煮菜煮的非常厉害的一个姐妹，她很会煮。而且他煮的东西，你每次跟他讲，我那天跟师母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他这边他煮好，就说这怎么煮？师母也说，对啊，这个如果问麻雀的话，就说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可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工程，因为我们都不是在煮饭很厉害的。可是我们的麻雀它是煮饭食的部分是很强的，什么菜到他手里面都很容易的。这是我们的麻雀，还有我们的桂凤，老桂凤都笑笑的哈，桂凤都笑笑的，对，很。他就是以前他就是你看他的脸就是这样很喜乐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我们的教会的弟兄跟姐妹，还有就是由圣高教会带出来的，来露出最漂亮的微笑来，耶稣。好，我们漂不漂亮，美不美？好，我们再一次圣高教会祝福大家2023年圣诞节快乐。感谢主，好，这就是圣高教会的美德。你不要小看我，我刚刚基本上我就是融入他们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他们，感谢主。好，请等一下，你们上台的时候麻烦领一个礼物。好的，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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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麻烦帮我配乐好吗？我配乐很干嘞。我们